喂喂喵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中午好，不对，下午好。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们现在在喝下午茶，我们下午茶点的是萤幕口。哎，这个萤幕口号 logo 是一个 Dego， 然后还有茶杯啊。这个萤幕口这个品牌第一次听到。还是他没有写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分章。这几杯我找不到。那我的桂花荞麦吧，荞麦对吧？萤幕口它有名的是它的烘桂，它烘桂很好喝。这个是别人说的，我没有喝过，我不知道。微微啊，可是都没有红桂，你看，这里只有无糖。我的是黄金。无糖去冰。我的跟小静一样，小静拿什么就拿什么。微微，看一下他的杯子好了，无所事事，让空白丰沛的占据此刻的当下，享受吧这一口、这一杯、这一刻、这一场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。那我就用其他的，对其他的是吧？我们是两杯一样的，对啊，只是这样看起来就只有一杯而已啊。无糖那你就拿正确的啊，我随性。谢谢。你看啊，我的红贵嘞，红贵。哎，借我看一下你的金额。新闻它是热的，所以它没有夹到红贵。它整座去冰。现在好像产点一些错误，我们现在分不了。新闻拿走了。我们现在先让正确的人先拿走，这样子错误的人就。最后概括承受吧。所以总共会有小静、两杯跟凯迪啊，小静、凯迪，然后还有一杯。那个红贵，我跟你换。小静、凯迪，这个也有进。把我们红贵给我捞出来。什么东西？红贵，红贵交到哪里去了？是红贵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而且我的红，你没有，我没有红贵哦，我没有红贵哦。你有，我就是说我要跟你换。是哦。那每个人都有了哈。有，我的杯很贵，可是我，好了好了，随便，那这样吧。